大家好，刚刚今天你这边是白云尿布。这间 Chetty Nadu 是因为我们除了土洋这边，仅仅是更多一间搞的是间，为能进修你这边是的是间，是南印度的是间个别嘞。我没有见到讲，为刚刚为对呀印度那些食物啊，做的无数环境特别的情节，为什么每买错不呢？为是煮错，煮错呢？为丢的了 Brickfields 亚里印度那地方。但为这边呢，买错了，为亚里买个 Batu Caves 这边啊，亚里经所谓的印度呢的地方呐，所以讲为对印度虾，讲真的是有情有独钟啦。其实为投诉被解去一些印度呢，喏亚里搞什么这边讲，有机会复苏。其实对西部啊，对人家因为哦大的地方，讲真的是下面了印度呢的哪里？伊啊多旅游啊是印度里的。啊，仅仅是印度边强国的距离，所以讲为强个为强个是真到底咯，伊所距离喏咯。啊，这边是这边的气氛真好，讲真哩。感觉咯，大部分个不管你内里咯，咁么咋咩地啊？你做乜只女塔塔楼啊？是为了咩呢？是因为呢，早餐的时间留楼。接下来呢是午餐，伊慢慢慢慢呢只菜呢，是波是波呢，多靓呢。下到时间到。这边是 vegetarian， 这样全部是菜的。这边是 nutty， 有部 lunch station， vegetarian 跟 non vegetarian。哦，这菜都生的咯。那俺还煎了一个，哇，够重哦。这印度西啊，最阳光色个，不吸引人哦哈。你装比咩对啊？我装皮肉啊，说比对的香味啊，鸡香。这是我最爱啊！白白喂你些啊，我都给要求啊，多少你讲喂？你现在把油尿布呢，以前不尿拉尿，拉尿搞十尿啦，我为白白冇搞，我给再要求伊多少喂你讲？这布冇烂款啊，我试下 Indian rice， 伊只较健康啊。即啊淀粉个呀糖分咯冇蛮紧，我当你话啊，贵个那柬埔寨那边嘅话啊，你呢这边你多即啊 Indian rice， 也冇女啊 ，OK， 把佢使一刀定啊一羹，我说讲下即啊刀个即啊女的咖喱松松咯咧 ，OK boss。拉森，拉森啊！啊，我老妈做还有点拉森的哇，太厉害了！哇 ，boss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哇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菠萝蒸干哦 ，oh my favorite， 菠萝蒸干，怎么样？哦，谢谢。这个是阿扎，是阿扎，嗯，哦，谢谢。啊，一到那了，那里一块松节了咯。banana leaf
加素色个饭，个加 standard 的菜，个加巴巴顿，个加阿扎，个加辣椒啊，加是上素色个嘢咯。女嚟讲，爱另外啲女噶，冇关系女啊，佢讲见女噶，啊，即是另外上呢。下刀下刀下刀，我云秋下了。我还没有学会用手，也没有打算学啦，反正。这也是辣椒，干干辣辣的，这也是开胃菜哦。啊，五年过年过年的一路，你像没习惯，你泡杯先一点像没习惯。这样我也里下好晒杯哟，我讲下习惯，吃过吗？吃过。要吗？有啊。我在另外一家印度餐厅吃过了，我记忆中它是超级辣的。会，就有一点那个。它毕竟辣椒嘛。那为什么是开胃呢？超级辣耶。你工作了一整天，你没胃口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个东西很强的一个，一个味道去刺激你的味蕾。所以它这些阿杂都是味道特别，特别浓厚的，又酸又辣那种。它会那个，它会叫醒你的那个味觉。我是一个特别难搞的，太酸不行，太辣也不行，我试试看。太辣口，太辣口，是。啊。哦。哦。压力高几年了啊？我讲二楼加辣椒。好，你要辣椒干嘛？我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啊，也是不会吃，但是我就 Brickfields。那我怎么吃呢？我就坐在一边看着别人怎么吃，我就看着别人怎么吃，然后我才学。我以前也不懂哦，原来这个叫 Lasam。我看到他们 order， 我也 order。我不懂这个叫 Dairu， 我看到 order 我也 order。所以都是这样学来的哈，但是印度人还是有分的哈，妈妈跟那个这个印度餐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，OK， 妈妈就是我们所说的Indian Muslim， 就是回教啊，印度人。那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个 banana leaf， 它是属于新都教的，那就很大差别啦、啊。你不要去一间印度餐厅，然后你要求牛肉，你要求牛肉咖喱，因为你去妈妈可以嘛，对不对？妈妈吃牛肉嘛，对不对？我傻了，你现在不说，其实我没有注意到哎。你进门之前很简单，你看他们在门口，如果门口或者说这个店的这个店的名字啊、哦，下面是有这个招一字的话，妈妈。Indian Muslim， OK， 有牛肉吃。你去妈妈吃什么呢？吃罗地展埃，吃埃板东，吃那个米麦吉 goreng， 吃姆达巴，对，吃纳西勒玛，对，妈妈，对。你来到印度餐厅，你不吃那些的，你吃 banana leaf， 你吃 vade， 你吃 roti， 你吃 dosa， 对不对？所以阿扎巴蒂对。所以最大的一个忌讳就是你来一间印度餐厅，你跟他讲 boss 我要牛肉，找死哎！等于下巴了，等于都紧到咗咧，你把那你拨下好了，同学哦，不让你走啊！你那种给那下来真满意，你真满足给那你的菜色啊，你下去马路你真满意，你啷个怪多你？以前那种呢，你全家还有那个别爹的，啊，别爹的，
别叫你家，好，中华就代表讲咱就最欢喜，你等下过来给东尼西亚 ，OK， 单对，你要跟那个锦锦下的美女了，啊，你讲你卖多少了？你不止卖多少，你两个偷鸡公会卖那个卖多少了？今天我先买古力女就完咗啦 ，OK？ 你别出国，啊，你别出国。你中文别生，我咧头家都系别个，你其他生咩处喺度 ？OK？ 同学们是别跌的 ，OK？ 但系物件特殊的情况下咧，你诶要叫别生喎。就嗱讲咧，假如个女可参加出去生理，见到情侣先 banana leaf， 你咩想给到你咯？哦，因为我家是生理的，老老情侣先啲播，你别生喎。好、哦，这也属于尊敬。不过一般上呢，人家对这边下呢，那别动呢，别学人家。嗯，哎打，去转都好了了。OK。Boss,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Okay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